卡，头发特别夹过，对啊，有点丑。我前面在睡觉，嘿嘿嘿，我的小狒狒行程，不是那个星星那个狒狒，是就是很废的一个行程。但还好啦，我今天有练舞，应该也没有到很。这样戴很好看呢，是不是？你来讨牌，怎么了？洛瑞笑笑怎么了？为什么涂起来没有 feel 啊？哎呦，好，是这里的问题。这样是不是很奇怪？看了，怎么啦？我真的是一个蛮宅的人。你说棒球吗？统一师吗？他们是不是？嗯，今天好看，谢谢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件衣服啊，我之前穿的这件衣服是小山美玲的。然后我跟你们讲，我们那时候去逛街的时候。其实那件衣服是我先看到，然后我说我想要买，可是我那天我觉得我的钱不够，然后我怕我之后没办法吃，没有钱吃饭，所以呢我就放弃了。然后那件衣服100块而已，结果我就挑了之后我就说哈，那我还是不要好了，然后我就放回去。结果小三美玲就这样看一看，100块，他很便宜呢。然后他说好，那他要买。结果就我挑的那件衣服他就买了。我觉得没关系，就是因为我反正我也没有要买，所以他买了没关系嘛。然后不然我也可以偷穿他衣服。所以呢，我那天因为我们那天后面有事情，所以我就说那你衣服借我穿，因为他买了，可是我没有买嘛。然后我原本就想要买衣服，反正我就是叫他借我衣服，然后我就那天穿了他的衣服，后来就然后去完那个活动之后我们就直播这样，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穿着他的衣服直播，结果后来我就还他了嘛，他叫什么，后来我就还他了嘛，然后后来我这个特价9块钱，他花了100块，我花了9块钱，觉得100块很便宜了，就是以这种也还好，没有收到很差的布料来说，100块已经算很便宜了。结果我花了9块钱买了跟他一样的衣服，然后我说：“哎，小山美玲，我那天买的衣服，然后9块钱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什么？那我不是亏了吗？”我就觉得他很好笑。那个特价是美玲买的吗？不是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不小心跟他选到一个太像的颜色，因为我记得它的颜色应该是比较再深一点点，但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它是就是反正跟它是不一样的紫，但是我没发我发现来的时候就是好像跟它的颜色有点像，我们还没有一起穿过，但是不知道会不会太像，我想象中的应该是穿不一样的颜色哦。可是那时候我挑的时候因为是限时特卖嘛，然后它就已经剩没有几件，没有几个颜色，反正就是这样，对，就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跟你们分享。Hello 黑流星9元，对啊9元。Hello 浪客328 ，Hello 喜乐库玛，谢谢孝贤的许愿瓶跟花枝精粹。B B 你好，小明。哦，对啊，我要称赞你的留言。你说我看起来瘦了，虽然后面打了一个妈，那个妈其实可以删掉。才差9块再说。是，他买那件衣服100块，我买这件衣服9块钱。你听懂吗？我花了9块钱买了这个衣服 ，you know？ 没有。不是啊，当然是9块钱加上其他的衣服，是9块钱。然后
买了其他的衣服，然后反正我对你的良什么意思 ？RMB 是什么 ？RMB 是什么？9块，对啊，比饮料还要便宜耶！天哪！哦，哎，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谢谢落日笑笑什么续费粉丝团？人民币啊？不是，不是。哎，可是人民币9块钱也还好啊，才45块，对吧？他们跟我们1块是他们5块嘛，对吧？实际付了60，没有没有，我就是加了其他的衣服，然后而且我跟你讲，那家卖场就是 Oh my God 的佛心哎，它是它什么3件199，然后一件是那种就是价可能70几块，80几块，可是它3件199，这样没有亏吧？就是蛮佛心的吧，我觉得就是它的优惠很多，所以可能也快到双11了，所以就买起来就很开心。100件，你可以下次看到限时特卖有这样的衣服，你们可以买这样子的衣服给我们，是不是没有人送过这样子的衣服给成员？反正就是这样，你可以买其他的颜色。其实这件衣服有问题，可是有问题也还好啊，就它才9块钱，而就是你不会感到很伤心，就是你想象你就买了一杯麦香来喝，这样，就是一个舒服的价钱。九人美，张雨林，你的名字是我的名字耶。7月要打折，哎，是吗 ？Hello 草莓酱 ，Hello 翠翠，谢谢柠檬的舌尖美食。卖相，所以我才说，就算拿到衣服是不好的材质，你也不会说到很伤心嘛。就是才9块钱，就是比卖相还要便宜的东西，超棒。刚好一顿饭吗？没有，没有吧？93、27耶，那么多，一顿饭，好吧，在公司楼下吃的话，可能是。没有啊，公司楼下小南门现在一个套餐才125，哎，我真的是记得超清楚，因为我们公司楼下的东西都好贵。芭比娃娃在穿搭，那个有点太夸张了。麦香好喝，对啊，对啊，什么意思？这个好像完成两件事情，麦香好喝 ，OK， 什么东西？36不是吗？93、27，94、36，对啊，94、36，干嘛？你为什么要考我99乘8表？公司楼下那一定贵啊！哎，之前有一个忘记是什么、啊，之前有一个思源啦，之前公司楼下的思源超好吃，而且它的那个咖喱饭才60块。没有60块，69。反正我还蛮常吃那个咖喱，不然现在公司第一便宜的东西应该还是乌龙面吧。但是我对乌龙面有还好，而且它的乌龙，西的乌龙面就是没有任何的料，就吃起来很空虚。思源好吃啊，思源超好吃。你们不要在那边，你们不知道诗人吗？现在在西门町有一家，你们不知道诗人？我以为你们知道，它是一个咸酥鸡，但它的咸酥鸡又没有到很便宜，应该吧？还是我吃过很便宜的咸酥鸡，反正就是，可能那是台北正常的物价吧。然后就，你都要推荐什么？不要对长辈打你，不知道。我又不是说那个思源，你可以常常去吃思
现在回来了吗？你看，网络整个断掉了。他干嘛？他干嘛？怎么？等一下哦。没声音，应该等等就好了。我现在讲话听不到是不是？他为什么要传语音讯息给我？重进就有了。我要怎么回他？我想想，借我一下好不好？等我一下哦。他发生什么事 ？OK， 现在有声音了吗？大家重进了吗？各位？等等呢、哦？我的朋友都强强的，怎么办？搞笑啊！他说：“我跟你讲，他说。”高桥准去闹他，然后叫我去救他，因为他，你知道他传的很像很紧张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就是我的朋友们都是很常出事的那种，就是什么郭馨予啊、小山美玲啊，然后还有他，就是三个都是就是那种，然后说哎张伟怎么办什么什么，然后就很紧张。我每次听到他们说什么救我，我就很紧张，然后就。请高桥城不要去闹林宝莉好吗？好，他因为他不知道我在直播，然后他就在那边。好，反正没事了，结束。我很常被他们吓到，谢谢。对，哎、欸。我在那边说，跟他讲说他在这啊，派你去救他吗？可能没用。阿力二界吗？竟然不是找祖祖帮哦，因为上次那个、啊、高桥城说他怕我，是吗？大家都一样好吗？不会说，什么意思吗？胡闹阿力出名的没有，我上次就成功阻止他了。可是，你是就是想去看林婷婷，你给我回来。谁去都没用吗？只有我去才有用。OK， 派代表，笑死，鬼灵精，对啊，他就怕我，哈，哈。我的猫太炸了。原来孝贤的团长，这就是孝贤奇妙的关系。我真是永远搞不清楚孝贤的人那的那个什么恋爱关系。哎，加速，这样是可以的吗？加速。发现没有。锁骨，他有点还没有出来。他，我最近有在练那个叫什么，不知道那叫什么的肌肉，因为现在太常低头滑手机什么的嘛，所以就后面那个
有点放肆的长肉。没有啦，我也是最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，然后现在很多是什么？是原子族讲说，哎，我跟你们讲，小红书很好用，你们赶快去下载这样。然后我就突然，完全没有想，我不知道，就是像哔哩哔哩，我根本就没在用，可是我下载了。但是就是之前可能练一些舞会在上面找影片，可是我发现就是因为中国那边的App 就是很多人会去经营它，然后很多人都把它经营得很好，就是在上面其实内容蛮多的，就是其实蛮实用的，对，所以就用这个东西，然后就在 po 一些自己的可能日常或者什么他们想分享的各种东西，然后就看到什么什么直角肩，就是这里肩膀，然后就在练那边。我也不知道，我才练了第三天而已。哔哩哔哩，看，滑手机就好。那其实说实在的，你去健身房，应该是说重训那种，可能一定得要去健身房，因为有些器材就是在让你在家里摆了一堆器材。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可能平常练的就，做做仰卧起坐，然后跑跑步，然后，练背肌、腹肌一些小比较专业操作的东西。那你当你是一个很自律的人的话，你就不太需要去健身房。应该是说你去健身房，你找教练，因为你都花钱了，所以你会很认真的珍惜那一段的时间。可是其实你回想起来，你就会发现，这个钱没有必要花，因为你在家里你如果控制得了自己的话，那你如果真的想做的话，那就是好了，除非你家没有空地可以做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是家里完全没有地方给我做，然后我就在那个床板。因为我们的是什么弹簧床，底下有个床板，就是两张单人床的床板，然后可是我们的弹簧床双人弹簧床是这样放的，我忘记为什么、反正就是这样比较方便，然后反正我们给 BB 上下比较对，因为这样子就是底下有一个床板嘛，然后才是我们的弹簧床，所以 BB 就可以直接像走楼梯这样子上来，就比较不会伤到他的脊椎。然后反正我们的手间就这样用，那个床板还有一小段的距离，我就在那个床板上，太软了，有点弄不起来。可是我就在那一小块，然后坐一坐还会掉下去。然后滑手机肩膀长肌肉吗？那是不好看的肌肉哎，那个叫什么斜方肌？其实我觉得那应该不算肌肉，就是。因为你常常这样低头，然后这里的肌肉要撑着你的头，应该是这个意思吗？反正就是可能驼背的人也会有。它是不好看的肌肉，可是偏偏练的时候这里会酸，我就是有点搞不懂，所以它应该不叫肌肉吧？还是练完之后会有斜方肌？不是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他是这样子。你要是养 Tiger 就不用楼梯，对，他就会很喜欢跳上跳下。肥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是一块肉。你打什么被码掉了，大姐？什么什么？你好，什么什么？Hello， 嘎比。都做平常很难练的，对啊。可是我去，我跟你讲，我之前就是在那边一时很开心，然后我就去跟刘小晴一起去健身房，花了钱去了一次，好像里面还有可能60分钟，哪有？我们去了两次，我们去过两次，然后要不好看很难吧？不不不，应该不是
我不知道那个到底怎么讲，反正他说那个叫斜方肌，可是斜方肌就是女生应该要这样子，你懂吗？就是这里的肉要削下去，这样看起来不利的，这个意思 ，you know， 有点难解释，我还没有搞得很懂这个东西，可是我突然看那个东西，我就意识到，哦，原来应该要把这里削下去，这样，懂吗？妈咪气气气，哎、欸，可是它是不知道以健身房来说，我不知道这是算多还是少。可是我们上次去，我们每一次去可能就去个一个小时。跑30分钟，然后其他就拿来有一些没有用过的，什么多花妈妈钱，哎，我已经很会省钱了，好不好？我已经，你干嘛？没有，好不好？2-3个小时，哦，我撑不下去，我会都在耍废，不行。我是觉得就是。因为不需要，我不是练重训那种，可能重训那种应该要比较久嘛。背的那里，哈？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绿说的是什么意思 ？Hello， 碧螺泉，你好。突然。突然有一种要下播的 feel， 哎、欸，我忘记设这个了，还是我们设30分钟，应该没关系。OK。开就想下播，不是啊，就播到那首歌就会有一种 ，Hello 本王妹子 ，Hello Jeff， 晚安，开30分钟没有，才23分钟，哎、欸、不行，要开满1个小时，他才会记那个时间，他才会记那个时间。就是你没有开满1个小时，他这次的开播时间就没有列入计算。什么谢谢猪猪宝贝？什么叫谢谢猪猪宝贝？他是亲亲猪猪宝贝，好不好？谢谢小兰的10000个赞，谢谢 Sparky 的10000个赞。下周会见，搞笑。不是这样子的吧 ？Hello， 田总，谢谢点的10000个赞，谢谢夜空帅的10000个赞，让小宝可以拍。哎、欸，突然写错字，对不起。哦，我以为你是故意的。我要讲什么去？哦，我刚刚看，不是前几天看了一个影片，也没有前几天，就是昨天看了一个影片，就是一个人，他是极简主义者，好酷、哦，他很酷哎，他的家像个样品屋一样，从。什么整理房间，就是什么燕婷，你知道燕婷吗？反正就是一个 YouTuber， 然后他最近生小孩，然后我就突然从他的影片看到他什么去参观一个人的家，然后他去参观那个人是极简主义者，极简主义者就是那个断舍离什么吧吧吧，我还没搞懂那。
他说什么英文？我觉得很酷哎、欸，很皮很难讲，哪有啊？哪有？那你可以花钱，才没有你没有我，你还是会花钱好不好？Hello 九蛋 ，Hello 九九与零一 ，Late， 我有 Shark 到，什么我的？什么意思？白色空，我跟你讲，就是你去逛 IKEA， 那就是他的家，他的家完全没有任何的杂物哎，然后啊，我最震惊的是。差不多吧，可能他的抽屉打开，我们的抽屉可能是一格一格放，是怎么讲？抽屉里面会放什么？可能耳环一块，项链一块。然后可能口红一排，那已经是我觉得很厉害的抽屉了。听好哦，你知道他的抽屉打开是什么吗？比如说是他的抽屉的那个表面，你们看过那个开箱文吗？他的抽屉是那样白的，他的耳环是那样白的，我忘记他的抽屉里面还有什么，反正就是他是整个全部分开，这个耳环这样子，这个耳环这样子，这个耳环这样子。它是这样摆的、欸，是不是很酷？极致不是好不好？那个不是那个意思吧？极致，这是极致中的极致。这是怎么讲啊？我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就是它摆的东西，就是全部一个一个东西分开摆，有一点像你想象。他的抽屉是这样放口红的，而且我跟你讲，他只有两支口红，然后一种眼影，而且是四格的眼影。哪有啊？你的抽屉是这样放吗？画给你们看，你的工具柜是这样放吗？哈，是吗？不是吧？是吗？所以是我的抽屉太乱吗？才不是的、欸，我看我的抽屉才不长这样。没见过世面的小孩，好吧，我就是小孩，怎么样？回去睡觉没有？好吗？等我一下。生气啦！不要动，先不要放手。嘿，是？不是吧？我们还是我的朋友们都是这样。不是吧？是吗？当绿头，完全看不懂那些。他们就是断舍离，断到一个极致，就是断舍离。通常人家都只做到离，就是把家里不要的东西丢掉，用不到的东西丢掉。可是你没有断，他是这样讲。他说断舍离要真正做到的是断，就是你，当你把这个东西丢掉之后，你再也不会买这样的东西。我今天看了一个影片，就是他列出他50个绝对不会再购入的东西，就他的生活之后就完全不会接触到这个东西。我觉得哈，这么酷，东西绝迹了。就是他的生活很让我觉得很无趣吗？可能他也有自己找到自己喜欢的乐趣，但是。在我看来，我就觉得哈。
What？ 断开锁链不是什么东西？丢掉？不，那是离，那是舍，应该舍可能也是吗？舍离就是丢掉，可是你没有断。卫生纸用完之后，当然不会断舍离那种东西啊。我是不知道啦，可是他说他有其中一样不会再买的东西，就是棉花棒，因为他说他棉花棒在他的生活中唯一的用途就是，比如说他化妆哪一边化错了，那可能很觉得化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虽然是必要的东西，但是不是他。就是不用到像我们可能每一次哦，今天用这个颜色，明天用这个颜色，他就是每天都化一样的妆，然后简简单单、干干净净，不会说到很邋遢就好了。是，然后他就发现，因为之前用棉花一些画错的地方，可是他后来发现。他可以把卫生纸卷成一个细细小小，然后或者是弄在手指头上，这样子弄就好了。但是说他再也不会购入棉花棒，我想说，哇哦，很酷哎。嗯，人生险，什么东西？版兔 ？No。他都没有那种，就是要找某样东西要用的时候找不到的那种感觉。他永远找得到，而且非常清楚。哦，可能。你们不要自己聊天好不好？棉花棒擦药很好用，那可以用手指头，他会这样跟你讲，那可以用手指头。手指头，请去洗手，谢谢。本来就是啊，有细菌要去洗手啊。哦，然后他说虽然他还没有办法像其他的极简主义者，就是洗澡洗头全部都用同一块肥皂。他说有极简主义者是连洗澡就是都只用一块肥皂，比如说我们平常洗澡，女生洗澡就是润发乳。洗头的一罐，洗身体的一罐润发乳，然后呢，我是只有这样啦，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的，应该没有了吧？我们可能三罐，他说他还没办法做到那样子。哼，欧颖问，头发脸不合身体。嗯，他说欧颖问呢，头发脸不合身体，是不是？同意赢了吗？以为是都不用水，什么擦澡是不是？头发脸，个别不可以洗哈。广告很白痴哎、欸，我说不能慢白痴，50000块，很奇怪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好，没事。哇，累不要紧，你要吗？没有了。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投影是赢的话，累不就？我以为他们已经结束了，还在打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又哑了是什么意思？亚军是吗？那大家都剃光头就好了，就不用用毛巾擦头发啦。Hello， 永在新加坡。呀，什么意思？亚军收集狂。兄弟八年七呀、啊，什么意思？可不可以讲我听得懂的词？不
你半兔，那是你生活的乐趣。你如果断舍离了我的话，那你其他东西也要全部断舍离。半兔，这样那如果那个数字没有变，那就表示知道哦，半兔没有买。半兔，我需要你，雨林 I need you， 雨林 need you， 雨林需要你呀、啊，半兔。我跟你们分享这个不是叫你们成为极简主义者，不是叫你们断舍离这些东西，而是我只是跟你分享而已，好吗？你不准，你们都不准，心情不好，为什么？不要心情不好嘛。你可以断舍离四单，可是不能断舍离握手券。是这样子的吗？断舍离四单，但就没有握手券啊。他可以跟别人买握手券啊，为什么一定要有四单？重点就是那个握手券又不是四单。你支持输的那一对是什么？兄弟，兄弟像，嗯，就但是好兄弟有没有？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说什么？真的很会唱，四单好像可以，对啊。不，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下班了，恭喜下班。中信兄弟哦，哎，那中信哦，另外一个是富邦，嗯，我永远把他们搞混在一起。爪迷是什么？陈泰姆，只关心周四。哎，那个数字都没有变呢，已经一个礼拜了呢。喂，你们加油！我都不能自己买，是可以自己买，只是蛮奇怪的。然后就哎，换我了。拜托不要，什么东西？握手会啦，握手会啊，握手会，握手会都有，都来。买给妈妈去拍照，她现在就在我旁边，干嘛？哪个数字没动？哇，可是合照会的看得到啊。哦，是合照会。448张，那是什么东西？成员排队握成员，有这样子的东西吗？可以这样吗？干嘛要浪费钱？不是啊，啊，我们平常就碰得到啦。我是全身上下都碰得到，我干嘛要花300块去？这个数字有变少哎、欸。怕时间来不及合照，应该不会发生这样的事，会被。会被麻烦，怎么可能？他办了合照会之后，反而没有，就是还没有拍完，时间来不及拍完是吗？暂不完，应该不，我觉得啦，不是吗？
说那个人的抽屉可能拉出来就长这样，哎、欸，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，这样子摆，就只有这样，哎、欸，这很正常哦。我真的以为这样不正常，哎、欸，为什么还在制作这里？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就是觉得很神奇。这样子啊，就是可能他只有三个耳环啊，然后还有项链之类的，反正就是这不正常吧？这哪里正常啊？他的抽屉，你想象他的抽屉这样拉出来，你只看到这样子的东西，可能这是笔记本啊，不，便条纸，然后这是什么口红之类的。高小姐来了，这哪里正常？你不要，你给我回来！你待在这吧，只是东西少而已，是吗？雨林想你，我那么想你，你待在这吧，高桥城，你待在这里。酷啊！你要懂吗？你是多想要过去啊，孝贤。不想你们了，不是好不好？不给我想，好呀，你待在这里哦，你待在这里，高桥城。高桥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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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诗雅在召唤你？怎么可能？在台北工作东西就超少，不是？可是那是只是一段时间，他是慢慢的、慢慢的。他说他以前也是购物狂，然后呢，现在就是变成。怎么开吗？就是变成完全断舍离，就是超级的简单，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的东西。然后他的衣服，他说他现在买衣服就是不会说哦最近流行什么就买什么样的衣服，他就是买他自己会穿的。他不会因为，比如说不会因为现在这件衣服很好看，他只有九块钱就乱买衣服，懂吗？他是这样子，我不要。你们很奇怪耶，你们干嘛？想去行啊？什么意思？催眠概念？你们这些人。谢孝贤的一万个赞，干嘛、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是什么意思？所以雨林都乱买的意思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我是正常的人类。没有，他也是正常人，但是我只是觉得他们的生活很酷。可是我觉得我应该做不到那样子，就是可能等我30岁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就是当偶像什么走演艺圈的感觉不可能做到这样子，因为他可能是一个平凡的上班族，那可能偶尔就是每天上班，然后偶尔在几个重要的场合，那也不需要太过度的打扮自己，就是让自己看起来干净整齐就好了。所以他就不太需要很多的服装，很多的那个法式饰品去。为什么diss30岁的人？不是，我是说我自己，懂吗？什么万能师傅？就是走同一套，是不是？不行啊！所以我就说，我们每一个活动都要买一件新的衣服。真的是这样子，真的，你们不要以为我们每次都很简单，不，我们挑衣服什么的，就是不可能这样子。
每一次只要有活动就一定会买衣服，至少我比较熟的几个人都是这样子。可能平常自己也会就是想要买衣服，但是真的是不会穿之前已经穿过的衣服，就是只要之前已经穿过的衣服可能就会被我们放在旁边。不能抓，不要抓，不准抓，把它包起来，包厚厚的，打石膏。你要保护好啊，你帮我出，我不能穿啦。你怎么帮我出？只要参加活动都是那几件。那是因为是你们啊，可是我们这样子的话就也蛮没有诚意的吧。可能你说哦，我合照会也穿这一套，我握手会也穿这一套，那你谁想要来找我啊？我每一次换衣服也没有人要来找我，好不好？之前的衣服，对，所以我们的衣服就会互相交换，也不是说互相交换，就是可能穿过的衣服就会放在旁边，然后就像阿丽的衣服，就是她之前穿过几次，她就会出场率不能太高，同一件衣服出场率不能太高。像有些人也会观察我们的 IG 吧，就是比如说我有一阵子特别喜欢这件衣服，然后我就可能那个版面就是九张里面有六张可能都是那件衣服，那怪的，除非是故意排版的问题嘛。可是可能就是哦，中间穿在其他篇，可是现在又发同一件衣服，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我之前不会在意这个，但是我现在就突然意识到就，就哦，有点奇怪的。我现在的指甲好大哦，突然发现，是不是谁的衣服比较臭？什么意思？他的衣服如果很臭，我才不要跟他说衣服。你不要这样问，好，这是什么奇怪的问题？都是香的，好不好？我穿到一样也没关系啊，我都穿一样也没关系，反正是看人脸不是看衣服，那是你自己这样子想，好不好？什么今天的指甲好大，很大，跟衣服很大，我都不想，你又闻过了是不是？我超香的啦，原来你没穿衣服，我就说是我们。今天到十点，可能到十点半，不知道，应该会到十点半。不看衣服，即便是睡衣也只看脸，这样自动忽略是，我在你眼里只有一个头。Sparky 说，我也只看雨林，不看衣服，即使睡衣也只看脸，我只有一颗头。Sparky 的心里自动把我那个叫什么？怎么讲？不知道怎么讲，反正就是只有一颗头。就没这个困扰，没入境还比有入境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陷阱题。Hello， 夏尔，谢谢你的一万个赞。深鞋衣服都穿一样，一样买，那是你。这也很没诚意耶，你想我们每一次啊，一月、二月、三月、四月都穿一样的衣服哦，然后就啊 ，what？ 我只剩大头照，兄妹，你去啊，再见呐！谢谢剑骨的枫叶，恐怖故事，好可怕哈！Hello， 坤坤。对嘛？你看版图。下，怎么挥手？你怎么认同？没关系，动作表情不一样就好。认真吗？那是只有你。你去问其他粉丝，可能他们不会想。真的只有你
七月跟一月都穿大衣。你说要符合季节是吗？Hello， 我就来。Hello。到十点半，可敬的对手遇到强力粉丝选手。哦，夏尔刚运动完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抽小明上来？哦，是可以这样抽的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什么东西？没有运动会啊。练起来，加油！十点好哦 ，Sparky， 谢谢天佑的玫瑰 ，Hello， 想好就加入他。明天早上五点吧，你认真吗？我明天要上学 ，Hello， 小明就觉得是你，感觉小明应该蛮厉害的，是不是？你们有谁想要？帮我们跑步啊！量怎么快？这是什么？很好笑哎！你还有谁？我要来定个名单，这样怎么样？我们可以排棒次吗？不行，没事，我不知道。你跑步超烂，是的啦，是的。出卖情报啊！听说 Mina 很会跑步。思雨今天说 Mina 她在村的时候，她都是跑第一个的那个，所以我们心里有点这样子那种感觉。我好像是傻库拉组里面跑步最慢的，我跟晨晨不相上下。我真的不会跑步，我不喜欢跑步。从小被同学的，真的假的？13秒，你说100公尺吗 ？Mina 听说真的，对，听说 Mina 好会跑步。真的，我跟晨晨不相上下，我们两个就是，我开始的时候会比晨晨快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晨晨会突然追上我，就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后，他会突然追上我，然后就超过我，然后就很酷哎，我只有一瞬间的爆发，然后就没了，没有，然后那个爆发是这样，我们两个就是超废，没有，真的是这样，好不好？感到怕，老鼠本来就跑很快，12秒。反兔，你有投我们这里吗？投我们这对吗？8秒3哦，好厉害！他起跑让你不是这样子的，好不好？就是每个人可能适合的不一样吧。干嘛这样子？这样也是蛮好玩的，蛮有趣的。其实我当初觉得，如果阿贝桑还在的话，他会不会在萨库拉组？因为累积在我们这里。可是我觉得没关系啊，那就是好玩就好嘛。运动会本来就是好玩就好，只是不知道说啦。可是每个人好像说蛮认真在准备。世界纪录也9秒啊，真的。我还以为可能在草组，我觉得不太可能。这样子草组的整个，我说以怎么讲，不知道。
什么来说，以某个方面来说，如果在的话，九秒七九，真的 哦。有比嘴炮，那个可能是叫什么争论赛吗？这样子的东西吗？单位不一样，什么一百公分吗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一百公里，一小时，八秒三，什么意思啊？看不懂。比喝红茶，那个已经比过了哦，那就是算在肺活量里面可能。等一下，我把我的镜头弄一下，为什么它会自己雾化？它会自己雾掉耶。我应该讲零百，查克，哦，气，哦，你的单位是一个是脚，一个是车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工具吧，工具什么意思？哇，这个怎么念 ？Hello， 黑子。Hello。目前八秒下。镜头觉得要雾化才会好看，什么意思？你是要雾？哦，跑步都跟车子比的，哇！长距离的，哦，是哦，可是我们应该不太可能比长跑的 ，TTP 马拉松，像那个之前在关渡那个一样，是不是？那个也不算 TTP 马拉松吧？对啊。累死，我不喜欢跑步。能比个躲避球，嗯，体型像非洲人，他们会恨你，真的会恨你。你体型哪里像非洲人啊？互打应该很有趣，好可怕、啊。我有点不知道。我应该是蛮会躲的吧，就是比较矮，所以蛮好闪的，但是就是很可怕哎、欸。朦胧美的小朋友 ，I don't know。高桥常回来嘞，嗨 ，Hello 社长，卡盘，Hello 社长，应该是说身体的构造吧。就是不是有些国家可能小腿比较长，还是大腿比较长，这样也是有差、欸，真的有差。听说好像小腿比较长的比较会跑步是吗？跑得比较快，是吗？可能吧。高的人表示，因为高的人体积就是比较大，我不是说宽的体积，就是整个，而且他们不太好躲吧，是不是？不然这样。专用的躲避球，我还是会怕。
我会整场叫，狂叫，我是那种激动就会啊！我跟你讲，我们萨库拉族玩真的玩躲避球的话，一定很吵，真的。脚跟腱比较长哦，就是身体构造也蛮吃香的吧。所以我说我负责在旁边加油就好，好烦哦，耳朵会痛。我是说呆果吗？他的问题，他是有一点反应迟钝的问题。哎，说不定他很会，好不好？他一看就是那种在学校会到处玩的那种嘛。黑人游泳不强哦，真的、啊，真的、啊，好酷哦，好酷哦！啥又到家了？呆果。他是比较容易放空，但我他是会突然在那中间，他很常这样的表情。小杯的那个没有关系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可能玩躲避球应该秋萍还蛮厉害，因为他感觉就是对来无影去无踪，因为他看他跳舞就是。是一个，就是感觉移动速度也蛮快的，是不是？跑步我是不知道啦，跑步真的跟体型什么的就没有很大的关系，我觉得。什么叫恶搞躲避球 ？Hello 王，可能小山美玲应该也蛮适合玩躲避球，就是瘦瘦的。你也不太灵敏，闪到最后，真的，我都躲在人家后面，我都拉人家来挡，这是最坏的示范。我都前面有人挡，可怕哎、欸，然后会到处乱飞。我好像有看过，可是我忘记那个怎么玩，闪的。我觉得很有可能欸，哦，那很可怕欸，感到孤单，很可怕欸，就是所有火力直接攻你的时候，就通常留到最后不是就是那种球丢过去就丢过来的那种，就是你完全转头都还没转头，他就已经丢到你了，那也是蛮厉害的。那就是我觉得旁边场外丢球的人也很重要。吃猎奇啊，就是那个吃虫的那个吗？吃什么什么虫？就是那个管子，好像不是，嗯，是吗？忘记了。只能闪球，对啊，吃虫那个是不是？可是我们怎么可能运动会说要吃虫？应该是说运动会上不太会有惩罚吧，不然还要等你惩罚完才能下一个环节。如果是录影，那有可能，感觉应该是放下偶包会做的事情。哈库纳马塔塔是这样念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一样的哦，粉丝互吹虫这是什么？我也吃过虫啊，是那种包什么蚕蛹吗？还是什么？很臭，吃了一种
虫味，我是不知道虫是什么味道，反正就是没有的很好吃。虽然有调味过，但是，哈库纳马塔塔下一句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对啊，我知道你说的那个吹管子那个，但是那个几秒吃西瓜，西瓜应该蛮简单的吧？这样，只是话很丑。如果不顾形象的话，那What a wonderful！ 最后一个是什么词？是西瓜比兔子？什么意思？比兔子是把纸吐到一个地方这样吗？比这个吗？又滑的不是吗？我想象中的比赛吃西瓜，我可能会吃，就是不是这样吗？然后这样就结束了，因为它西瓜其实都是水啊，你要把它这样直接干，看谁吐的远，那比吐珍珠，纸太小了，你们看不到。板兔 ，no， 我自己也不要，就算不是我接，我也不要。喝真奶吐珍珠也是蛮恶的、啊，可是就不是吐到，就是可能给你一个板子，可能像剑拔一样，然后这样咚。嗨，高巧晨，你在做什么？研发的奇怪食物是什么？很可怕的食物吗？大便吐一公里，这样怎么算？一公里也是有点远，一公里很厉害。可是你这样还不如比射箭，你看。穿过板子，子弹，好可怕哦！射罗，射罗是起子，可能小三美玲也蛮厉害。味噌汤加青瓜，我只喝过玉米浓汤加草莓冰淇淋。珍珠九宫格，对啊，我想的是那样子的东西，但也是蛮恶心的吧。来念书了。今天要念练习48篇，48。他说：“单身不可耻，是否孤独要看表象。”看别人的目光来决定吗？不好，我们来小山美玲真的怪小山美玲怪人。我是觉得小山美玲跟阿丽有点像，就是他们两个是那种你第一眼看到这个人就是哦很漂亮的人。小山美玲其实只要她好好打扮好好化妆，那天她就是蛮好看的，然后而且她就是身材很好嘛，所以就是会多看他一眼。可是呢他们在路上的行为就是让你真的只能看他一秒。你们在路上如果看到小山美玲跟林婷丽，真的只要看一秒就好了，拜托不然你们会后悔。他们是下一秒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。他们两个很，你走路走一走他会突然就，所以就是会有点
他在干嘛的那种。敢吐蟋蟀，我觉得他应该不敢。小山美玲吗？他应该不敢。他没有你想象中的勇敢。还剩多少？还剩这么厚、哦，我们念了这么厚、哦，还剩这么厚、哦，看到吗？差不多一半了啦。哦，这个光很好呢。之后就这样。妈咪，你看这个光很好。你没出来。成人怪已经司空见惯，但是我在路上也不会这样子啊。路上做一些奇怪的事情，才一般。对啊，我也觉得已经念过很念很久了，但是还好没有呕吐啊。谁的大姐？笑得显得神退中国能运用的项目，那里很小吗？我其实不知道那里长什么样子。因主不怪就不是。一起，谢谢。很乖，大家很怪吗？我也是蛮怪的吧，就是蛮常耍白痴。应该是说，我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不会很奇怪。但是呢，我跟其他人在一起，我就会跟他们一起疯，是疯。我的应该是疯，不是就是往爱大笑，所以没有到很怪。但是阿丽他们就是那种长得很漂亮，然后就下一秒就突然做一些很丑的表情之类的那种，他们是那种怪，懂吗？我吓到变仓鼠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个表情变仓鼠？咦粉丝也被那是你们的问题。好，我们要念了啦。前些天我有个年轻的朋友这么说，我看到有一个女生一个人在意大利餐厅吃意大利，不管几岁都不想这样。他还说过生日时自己送自己礼物，假如我没收到别人送的生日礼物，得一个人过生日的话，肯定会寂寞死的。原来如此，原来他认为一个人吃饭自己送自己礼物就是寂寞的写照。他所认为的孤独是从两个角度来决定的。你们觉得？就像我之前也觉得自己一个人走就是很孤单，可是不一定啊，就是现在会觉得没关系吧。虽然我还是不敢自己一个人去逛街，应该也不是不敢，就是没有尝试过。自己一个人逛街也是蛮放松的，因为不需要去顾虑说哦他会不会不想逛这家店之类的。就是跟别人一起去逛街，你就会，我是那种跟着别人的那种，所以不太会有自己想要进去的店。哦，跟现在跟就是跟林婷丽他们一起去逛街的话，那我会有自己想要，就是我想，我想去这里，然后我们大家就会一起去。就是跟他们在一起是很放松，你想去哪你就去哪，就是不用担心太多。可是我就很讨厌那种，就是死要跟着你逛街，然后在那边啊，你们干嘛每一家都要逛啊什么，然后就一直在那边催的那种人，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。拜托你，有的人才会很在意，有的人家会不会想要去这家店，或者是会不会觉得哦我逛太慢，这样就是没有办法很自在的自己逛街。很有压力耶，这样比较自在。什么意思？你说自己逛街吗？薄荷冰沙配猪排，好恶心，可以吃吃看。我们来尝试一下。躲避球，你都觉得孤单啊？
是一首歌吗？躲避球。哈，那是一首歌吗？都一个人逛街，剩一个礼拜。对耶，那你还是不要上来好了。你想跑是不是？是多想跑。哦，不对，是保龄球。我突然想到是孤单保龄球。有人陪还是自己逛，我是都可以。我也是觉得都可以，只是我还没有尝试过自己逛街。应该也有自己逛街，有啦。偶尔就是要去一个地方前，然后时间很多的话，我就会自己去逛街。可是没有钱，哎、欸，变攻击。自己逛，你们喜欢自己逛？男生是不是喜欢自己逛啊？男生通常不会一起是吗？我可以请你们去逛街，男友角色哎，帮忙拿东西的那个，拿隔壁的童装哦。我真的，我也没有很喜欢到，就是我觉得店员你可以推荐，可能一两个。哦，他跟你说，哦，这是最近蛮多人买的衣服，然后这是最近流行，或者是他很会看人家适合什么衣服。那如果刚好推荐给我是我，那如果也喜欢的款式，那我就会继续听他讲的嘛。可是有些店员不是，他只是为了推销而推销，就是他推销的是完全没有想要去碰的那种东西的话，我就会有点，嗯，为什么一直？而且这就是推销一两样我觉得可以，可是一直跟在旁边的话，我没有办法。当雨林的女友可以哦。楼梯间休息区，我上次跟晨晨就像直男一样，就是阿力跟果果在逛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旁边。因为其实那天是练舞结束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，一起去逛街，然后呢，我就不知道，因为我就是觉得我，当我没有这个预算的时候，我就不要去多看，不然我就会一直想要买，然后就要克制自己，这样子很累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还是会想去逛街，但是我可以陪他们一起，因为我喜欢跟他们待在一起，所以我觉得我可以陪他们去逛街，或者是看一下他们会喜欢穿什么样的衣服，就是互相学习嘛，对吧？然后。去看一下是没关系，但是我就不会一直去一件一件看，而且比如说去到很贵的那种，也不是说它很贵，可能 H&M 就是对我来说比较不是我平常会碰的那种价钱的话，那我就不会认真去看它，因为我如果真的不小心看到自己喜欢的话，我就要很犹豫，我就要很克制自己，还是会一直看车啊，那个不一样好不好？车又不是可以随便买的。租费很有钱。好，我们继续。首先，他以眼睛看到的表象来决定是否孤独。他可能是以某种形式来测试身边的人对他的爱有多少。例如，他靠简讯的次数、礼物、有没有一起过耶诞节来决定男朋友和朋友。他靠外在的形式的联系感到不寂寞和安心。反而比较不重视彼此之间的理解和精神上的牵系。其实真正的重要，真正重要的不是表象，而是眼睛看不见的部分。另外，他也觉得一个人是很丢脸的事。我觉得 H&M 那价格确实也是有一些比较，可能那里的便宜的衣服的定义就是可能300多块。他们就会觉得真的很便宜，这样买，然后就300多块是我买衣服觉得最贵的价钱，就是每个人的消费观念不一样嘛。可是我觉得，因为我喜欢他们，所以我不会觉得就是他们一直逛我不会去看的东西，我觉得很不耐烦什么的，就是对啊，这样子干嘛？这样子我应该不会跟他们在一起吧？如果我真的不喜欢的话，就不会有。这个部分
就像我其实我蛮意外我们会跟祖祖蛮好，就是虽然可能就是只是单纯因为一样很吵，可是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蛮安心的，可以这样讲吗？就是他懂的东西很多嘛，因为他在可能在他的另外一部分的东西学到很多东西，然后一些什么时尚观念啊，然后化妆什么，然后也有一些蛮基本的东西，就是他也是蛮了解，所以我就蛮喜欢跟这种什么人，成熟的人，不是，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，然后要疯的时候一起疯，可是认真的时候也一起认真，这就是最舒适的状态，你不用一直去顾虑说，也不是说，因为其实原子族他也是有一个自己的底线在，可是他的底线是那种很清楚的底线，就是你不会觉得，哈，这个人为什么每次的线都不一样？他也不是那种会乱生气的人，他会好好的跟你讲，他就是不喜欢你这样子。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好啊，对吧？虽然我们真的蛮吵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聚在一起是真的很好。祖祖有免费的车可以搭，也不是因为这样子，祖祖有时候也不会开车啊，就是我们可能一起坐捷运。虽然我们逛街是还没有跟祖祖一起逛过，因为祖祖的。他的衣服的什么？那叫什么 ？range。他也会看一些便宜的东西，可是可能他的便宜的定义就是像 H&M 的那种，300块就对他们来说就已经很便宜了。可是我跟小山美玲可能是，就是看到100块，看到9块钱会，天哪，太便宜了吧的那种。可是他们是看到100块跟9块钱，可能就是啊，这个材质会不会不好？他们会去思考这个问题。可是我们就不是这样子，就看每个人在意的点，看的点是什么吧。就是我也觉得，本来每个人就会有不一样的，就是自己习惯的价钱什么的。哦，恭喜！VIP 耶，恭喜孝贤，是孝贤，1000块信用卡币，哎，没有，祖祖也不是这样子的人，他也是一个不会乱花钱的人，他是他需要什么，他想要什么，他会思考很久的人，像上次他就是想要一个什么奶茶色的眼影盘，他挑了超多，然后问超多人，然后我想说，哎，他怎么还没买？结果是他真的就是也是蛮珍惜一个东西吧，就是他不会因为他有钱所以乱买东西，也不会因为他有这个消费能力所以就乱花钱在某个东西上面，他不是会那种冲动购物的人。要奶茶，不是那个奶茶，你们不要现在讲到奶茶就想到那个好不好？谢谢孝贤的真情告白。很难跟祖祖逛街，所以我们逛街有的时候，其实前几次逛街是因为他真的有事情，然后没有一起，但是有啊，有吗？没有，有一次有逛一次是吗？没有，好像没有跟主播逛街过。对，冲动购物第十名，没有啊？有吗？你是冲动购物吗？他是。瘦过100块的衣服，对啊，就是我是那种看到便宜的衣服我就很开心，然后就会。好，我承认，我看到便宜的衣服，我就会，天哪，买啊！为什么不买？可是后来再思考一下就，就哦，可能它的质量真的不好，或者是，但是就是很便宜，我就是，我袋坏掉，好的，不是这样吧？我们先继续念，如同所谓的午餐症候群，他恐怕很难接受没有人邀他一起吃午餐吧。因此，哪怕要花许多钱外食，哪怕话不投机，他也讨厌一个人，选择和其他人在一起。他的逻辑是一个人就是个没人要的可怜女，奇耻大辱。与其说是害怕孤单，不如更说是。害怕被别人看见自己孤单，他因为他是
以别人看待自己的目光作为自我评价的准则。能做一个不顾别人目光、大大方方一个人的女性，其实是件很酷的事情。不用说到太独立，每一次都都自己一个人走。可是我反而不是会因为不是那种会害怕孤单就跟。暂停一下。什么东西？我们的西兰呢？我们的西兰呢？今天有进来吗？他今天有进来啊，他前面有进来，然后就没有讲话。真的吗？西兰，西兰，西兰。哦，是骗到我这种人？没有，好不好？跳到大拍卖也要看它的价钱，就是我看到100块以下的东西，我就会，天哪，为什么不买？对，我的定义就是100块以下。我就会失心疯，我不知道他是男的还是女的，不是啊。西兰看诗雅去了，西兰，我们谁来叫他回来？好，我们继续讲。我刚刚讲到哪里？一个会因为孤单，一个这可能是因为巨蟹座的关系吧。我们巨蟹座就是对我们，没有到很投机，是这样吗？没有到很聊得来的人，或者是没有到很特别喜欢的人，我们就会自己主动去避开。不是说到不想要跟他相处，但是我们就是会怕会想要少了这一个点，你们要懂吗？就是我不会讲，就是我跟这个人聊不来，我就会主动去避开他。就算我只有自己一个人，我也不会哦。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之类的？自己吃饭好可怜，不会啊，自己吃饭也是一种享受悠闲时光的。一件事，我也会自己吃饭啊。有的时候就是那种不小心太早出门，然后可能要去公司，那我就自己吃饭，自己买东西吃，这样很棒啊！来发红包，搞笑哦！哎，我没有滑到了，烦呢。哎，我没有滑到，然后我抢到最多，我抢到41，所以不用太快滑呢。你看我完全点不到，为什么？他不让我点啊！等一下他就会点开了。什么？我要睡觉吗？还没有哦。遇到据点王，那我也会避开。我觉得跟这个人聊天不是我觉得很舒服的，或者是怎么讲？或者是就是不自在的，我就不太会主动想要跟他一起。去逛街或吃饭，或就是在一起这样。不是说我特别讨厌这个人，就是我怕我自己心情不好，知道吗？可以这样讲吗？等个5秒就会开了，哎，手不要乱按，又一包。我不能点啦，真的不能点啦，这只手机坏掉了。15。谢谢肥肥双下巴，什么零一让你不自在？没有啊，啊，你谁？独孤谁哦？什么零一？我刚刚哪有讲到零一？请问，OK， 对，恭喜天佑。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讲到哪里了？另一方面，最近常看到年轻女性一个人到餐厅吃饭，大概是这样的需求增加，可以让女性一个人轻松吃饭或喝咖啡的店也变多了。这代表一种真实心情。
只要置身于 不会在意他人眼光的场所，一个人也无所谓。人是否孤独要看表象和别人的。对不起，什么呀？看到飘飘干嘛？要看到的，而是眼睛看不到的部分。只要能从这个执着中解放，就可以做到精神面的独立吧。独立不是说什么都一个人，那叫孤僻，也不是、啊。每个人的习惯的东西不一样嘛，可能也有人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，我就是喜欢自己一个人。那他在我们团体可能会觉得不自在吗？因为就是大家都是邀一邀就啊、哦，我们一起去吃饭什么的，也每个人，反正每个人我觉得都有自己习惯或不习惯的事情。那你也不用。吃饭什么的，自己一个人的人，我有很奇怪的，怎么讲？每个人都比你，比我会社交这样。其实我才是那个最白痴的人，对，最边缘的人，最边缘的人就是我。我其实蛮算是那种会自己去黏人家的人，就像我刚刚说的，我不会特别去黏一些。我觉得相处起来没有到很自在的人，但是思涵晚安。但是我觉得我可以向这个人学习什么，或者是跟他在一起就是很开心，我就会去找他。哎，我们要不要一起这样的那种？这很奇怪吗？这很正常吧？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相处模式，对吧？谢谢田中豆粒网的玫瑰，我这个阿白哎。好喔，思涵晚安。确实是鼓励。其实我之前是那种蛮害怕孤单的人，就是去厕所一定要邀人家干嘛之类的，所以才一直黏黏谁黏夏儿。对，上厕所会找人的类型，别把自己的价值观。对啊，这是什么名言呢？杰星说的名言。突然一个引用，谢谢田中豆粒王的我来签到。我之前是那种，就是不管我喜不喜欢这个人，我都会要不要陪我去上厕所。可是我现在就不是，我就觉得自己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好啊，说不定没事。夏儿感到害怕，我要吓到夏儿。没有人可以黏 QQ， 这就是一个独立自主。就像我说的，我不会常跟成员聊天什么的，但是我们见面还是可以一样相处的很好。我真的唯一会聊天的就只有小山美玲跟。聆听力，用手机聊天，而且通常开头都是雨林怎么办，是不是？感觉是这种，然后看到一些什么奇怪的东西就会分享给对方，这样一起上厕所戏嘛，对，然后老师就会生气，你干嘛都一起去？觉得啊，觉得打人别人。蛤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打扰别人，打扰别人，干嘛乱打人呢、啊？打扰别人，自己说吧。要走心，走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生气吗？情绪上的大波动，大波动。我在说什
难过加生气，离家出走，是这样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原来是这个意思哦。我要来排榜了，各位。我们十分开始排榜，如果还有要做什么榜？呼呼，他把你呼呼。不行，我现在就听到这首歌，我就想到毛头猪那个去当一日女友的那个，有点害羞。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没有啊。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我排一排，然后会有人突然丢礼物，这样我的榜就会不一样嘛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就是先等一段时间，然后再开始排。还是你们要我现在开始排？还是反正我十分开始排。Hello 一姐你好。谢谢九蛋的眼睛也长肿，小宝的呼呼乖乖哪有？不要这样子哦，你丢没关系啊。谢谢九蛋的眼睛也长肿，为什么要送我眼睛也长肿？Hello， 就说一个点，就说一个点。哦，好好，我要开始排榜。你们自己聊天，没有了，见我。怎么会？怎么突然想到？因为他有唱那个，老师有唱呼呼。那一段有点害羞。为什么突然放这首歌？我的笑声怎么变得那么高？不是要发脸镜照做不啊？我最近没有认真化妆，所以我还没拍。我要等我哪一天睫毛画得很好的时候，等我哪一天就不是说我今天睫毛画得不好，就是反正就是还没有很满意最近的妆。上次没接到的，没关系，我就说我要发给你们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嘿，满版脸照，对，今天没念 IG， 我因为我好像没有发新的文，我有发新的文吗？有欸，西兰第六名啊，他丢了一个 VIP 就跑掉了，是不是？去哪里？是夏尔耶。对啊，他不见了。西兰，西兰。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抛弃了？你第七名哎！柠檬，
都知道。刚刚找你，你不回我们。刚刚你干嘛学那个孝贤傲娇？要变傲娇。我发现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中，就我会。我不喜欢没有效率的人，虽然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人，就是拖延症蛮严重的，蛮懒惰，但是，但是就会尽量先把它，就会不会碰它了，所以我会在当下先做好，但是有些人就是会把一件事情弄得很复杂，很。就是明明就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他们就喜欢弄很难，找不到田中豆粒王，还是田中豆粒王在这里？没有啊，田中在这里。要帮你叫医生吗？什么东西？福气看播，你在玩手游？你为了手游然后不跟我聊天，你这样是对的吗？才有钱赚。好好好吧，这样子的。孝贤怎么了？我遇到的人要不是。我真的是现在听到安心雅的歌，我都想到猫头猪。人来了，是不是要出新的？我有追那个嘛 ，FB 上的少女咖啡腔的社团，然后就有他们有 PO 新的卡，还是那个是其他服的，什么鹿服的吗？是哈，我有点没有看清楚那是什么系列，但是有很多人在跟你聊天，不插你吧？才不是这样嘞！咖啡厅都转回转，没有，我的咖啡厅是最热闹的一个地方。什么意思？你还要玩手游？你在玩什么？你在玩《耳梦耳石》是不是？那我会傻眼哦。没有，修泽，为什么你可以继续潜水 ？Why？ 你们这些潜水仔，给我醒过来！给我男友吧，西兰发红包，我抢不到啦，22耶！能不能换现金？可以吗？有钱的，然后我的电力也可以卖掉。
小小咕噜三百。1万电力子还原，1块钱，我不知道。金币，哇哦！现在是怎样？大家都没得玩了，是不是？就偶尔抽抽卡。我知道是谁。什么是谁？西兰说的吗？啊，手游是 K 开头的那位对吧 ？K 臭西兰。哇哦，兽账号是不是？大家在兽账号。哎呦，诶，哦，是还有牌牌吗？哈。是还有牌牌吗？没有。Team fight。哦，你打了什么啊？被马掉了。我刚刚讲 team fight， 我在讲什么？在讲什么？可能还要下次玩游戏要懂得像经营好，就是当你想要先把你玩的很好的账号卖出去，先把没限定卡都没价值，对啊，就是要每一季都抽吧，感觉才比较有价值，应该吧。我们要念榜了，各位，刚刚好开2个小时就结束，还你，谢谢。你干嘛把它关掉？哦，奇怪呢。干嘛？OK， 晚安。不要乱亲。原祖祖的限动太可恶了，啊，是那个，讲我超远的，讲讲真的是角度的问题，我脸整个是一颗球，你们赶快去看他的限动，很好笑，哼哼。认真吗？好，华泰大力
去哪里？好，我们来念吧。第十六名是思涵。我哪次？你好好说话，你是最好，你今天都没有跟我聊天，然后就一聊天就 diss 我，你这个臭死了。十五名是九蛋，第十四名是樱桃猫，谢谢樱桃猫。第十三名是天佑，谢谢天佑。我讲第十三名吗？没有啊。第十二名是柠檬，谢谢柠檬。拍照大师。他应该蛮会拍照的。第十一名是落日一笑，谢谢落日一笑。完了，没事，君燕。哦，君燕，哎呦。Hello， 君燕，说什么？第十，豆粒王，谢谢天中豆粒王。第九名是这可，谢谢这可。第八名是点，谢谢点。第七名是夏尔，谢谢夏尔。第六名是西兰，谢谢西兰。第五，第四名是夜空 sky， 谢谢夜空 sky， 谢谢。第三名是 the hero。Hello， 乐猴。第二名是小兰，谢谢小兰。第一名是孝贤，谢谢孝贤。好嘿，再来欢迎今天的 VIP， 孝贤，谢谢孝贤。嘿吼，贴近。哦，你去开会，你放着哦呵呵，你开静音，然后去开会。七，夜不分开，很像跳针，真的，这样子。每一天给你的爱，忘记拍榜了，搞笑。我才意识到我忘记拍榜了，拜拜。我知道，等一下。两次来都是快结束，好，没关系，下次你再陪我聊天。君燕是新朋友，对不对？对。君燕只推第一嘛。我们今天的直播就是这样子。我每次都在讲废话，我会尽量让我的直播有内容，有吧？今天有讲一些比较讲有道理、大道理，没有，不是，只是在分享我们我看到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还有，我前面分享什么忘记了？好了，就这样。干嘛叫我姐？什么事？什么树？什么？好了。对，还有九块钱的衣服。对。搞什么？还有念书的时候念到了一些，不是只看表面的孤单，心里的面就是
怎么讲，心理层面比较重要。OK， 很像女友打扮。你看，然后你今天还不陪我聊天。好啦，拜拜。我是男朋友，不是老公。老公听起来比较老。我是男友，我是卡雷西。好的，你这样害我很期待下一次的直播，这样是吗 ？OK， 好啊，谢谢。你好，是吗？为什么印象当中？礼拜二，礼拜二干嘛？我今天礼拜天哈。啊，对不起，你好。你明天晚上要干嘛？我说要直播啊。他说明天礼拜一，你为什么？Hello， 我说，我要啊，说每天，我说你后天有没有事啦？然后说没事，很好笑呢。干嘛？不是我，你叫我妈咪孩子吧？是吧？是他好不好？又不是我，是我芋头。戳戳戳戳戳戳，是这样唱吗？你要加什么料？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大家不要搞不清楚，今天是星期几哟？对，是后天，就是后天。你明天再过一天，到后天你就可以见到我，这样就这样想就可以了。拜拜。